我先解决，我妹问我五十兰要喝什么，我要先点餐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要专心的想一下，我五十兰要喝什么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想一下，我五十兰要喝什么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因为他很，因为他要去，他好像要点餐了，我必须要赶快点，不然我会错过。我先想一下，五十兰要喝什么？五十兰要喝什么？五十兰要喝什么？啊，五十兰哦，五十兰没有绿草冻，啊，不是绿草冻，是绿茶冻，不是绿草冻，是绿茶冻。一号，一号好久没喝了，等一下，嗯，红啊，珍珠奶茶，我喝小珍珠，小珍珠的，小珍，粉珠奶茶，粉珠奶茶。五十兰就没什么料可以加啊，不要学我。你我要问说，你一定要喝五十兰吗？一定要喝五十兰吗？五十兰没办法加料了。等一下，嗯，那粉珠奶茶啊，学他，粉珠奶茶。微糖去冰，还是红茶玛奇朵，还是那个可可芭蕾，有这个吗？可可芭蕾好喝吗？可可芭蕾，那是叫可可芭蕾吗？嗯，可可芭蕾吗？很甜，可可芭蕾。还是我喝可可吧啊！好烦啊，好犹豫哦，很犹豫耶。每一款都点，还是野果奶茶？啊、算了，可可吧啊，算了啊，粉珠奶茶好了，粉珠奶茶微糖去冰，还是喝热的，喝热的微糖热的，现在很冷、哦，不对，喉咙不好，微糖热的好。我点完了 ，OK， 我们可以从头开始。对不起大家。